画改编而成的偶像剧《流星花园》即将出现在周四的华视频道。这天，主要演员大 S 带领一票新生代帅哥美女出席试片会，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青春洋溢。故事叙述由大 S 扮演的女主角杉菜如何从一介穷人家的女孩飞上枝头当凤凰。演员大都是潜力十足的生面孔，新鲜感十足。为其加分的是，再度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庾澄庆特地为这出偶像剧献唱主题曲。有一场戏就是你不会喜欢怎么样，吃太多辛苦，我居然会贪心。真的？那个讨厌鬼，我好贪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戏剧的张力呢，能够把它这个角色啊，跟真实的人生分开啊，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戏剧。你从女孩一生来，她不会过往一段的意思，所以我今天就扮演神经病的角色，谢谢大家。娱乐新闻，徐启正、谢学峰采访报道。